好，马上就要进行的是来自南非的 Johannesburg Show Majorities， 南非约翰尼斯堡奇队。嗯，他们是今年才成立的。他们的平均队伍年龄呢是18岁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个团体他没有乐队，没有乐队，不像刚才这些乐仪队呢，他们都有乐队。嗯，那他们是以热门音乐作为背景音乐。他们的这个队里啊，也有一个重要的人物，我们稍微要提一下，他的名字就是 Pamela Penny， 就是现在在画面上这一位。对对对对对，虽然他的个子很小，可是呢，他非常的厉害啊，他就是专门抛那个指挥棒的嘛，每一天要练习差不多4个小时，可以说是每一天要抛那个指挥棒差不多100多次。哦，那的确相当辛苦。对，而且还受过不少的伤。听说他可以抛到这个3-4层楼的高度。对。非常的精彩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欣赏他们的表演。好，you
观众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可爱的约翰尼斯堡旗队的精彩演出。